因为他在墓上的晃动比较多，所以从一分上来说扣的还是比较严格的。好，下面上场的是广东队的吴柳芳。吴柳芳的平衡木还是非常有特点，他也曾经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获得平衡木的冠军。现在后直，时差跳，好，我看他在做后面这个拉拉提的时候屈膝了，差一点，不够稳健，压住了。一个跳步接一个后团，再接一个羊跳，转体九十度侧空翻。他在做毽子小翻后去两个话砸木的时候砸，就是砸空了，砸到了边上，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。回放中来看一下，他先着地的地方好像是这个颈部和后背这块，好像是背部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说我们说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动作比较准确，这样才能避免在比赛中出现一些伤害事故。